你怎么突然跑到别人旁边？你想吓死人吗？吓到你了吗？哦，那抱歉了。你身体怎么样？关你什么事？我们很熟吗？你什么态度？本座关心你，你就这样？哦，那我应该这样是吗？哇，好感动啊！满意了吗？你这，喂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喂，我去哪里关你什么事？你关心你的赤地就好了。那是有原因的，关于身体的事情和赤地的事情，我不是事先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事先？在碰到那个猪妖的树林里啊。你说什么？喂，妈，你等等！根本听不见，你到底说了什么呀？反正我的计划需要几个过程，先复活赤地的身体也是。你在解释什么呀？我只是说清楚事实。说清楚又怎么样？